盘点明星受惊吓瞬间，大场男孩鬼屋环节，蔡徐坤被吓到转圈，有长竟被吓到蛋飞。还不忘薅一把头发，把鬼都吓得直抖。朱正廷更是被吓得面容失色。失声捂嘴直吹墙。子枫妹妹被陈赫吓得弹起。怪叔叔可真多，黄渤也来吓小妹妹。看着子枫的样子，我属实有点笑不出来，胆小还传染，不愧是兄妹俩。彭昱畅直接被吓出重影，倒个水都能被压得吓到。小魂直接跟着杯盖离家出走。哎呦，